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eph。那相信很多人呢都不知道我是谁，简单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其实呢，魔术圈大部分人都叫我小黑，就是因为皮肤黑啊。那我学魔术呢，事实上已经十几年了。从一开始呢，我是在魔术大师贾克林，以前呢还有在教课，在那边上了京剧的课。接下来呢，阴错阳差参加了十年前很火红的一个节目，叫做《大魔镜》。那也运气非常好了，得了霸主，就是冠军。接下来呢，也非常幸运的被文佩安找到，死皮赖脸的跟着他，总是进了莱尔这间公司啊。当时在文佩安的公司呢，我学到了很多，因为我从当他的助手开始啊，然后到我能够自己去表演接案子。那后来莱尔结束之后呢，我就开始了自己大量的接一些商演的表演，例如像影像互动的表演啊，客制化的魔术啊。春酒啊，尾牙啊，呱呱呱呱，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表演。但是呢，我在两年前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把这些东西全部丢掉。做了什么决定呢？那就是我决定呢，到韩国去，重新开始学习我的魔术。那去上的课程呢，就是 Lucas Class。那这个课程呢，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的好奇，这个课程能够学到些什么东西？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在台湾进行就是 Lucas Class Taiwan 的计划，所以我跟大家简短介绍一下我在韩国那边学习的状态是怎么一回事。Lucas Class 简单来说呢，它分为 A Class 跟 B Class。那 A Class 呢，顾名思义就是比 B Class 还要进阶的课程 ，B 跟 A。所以通常你要先学完 B Class 的基础之后呢 ，Lucas 会来判断，因为有些人每个人对魔术的理解或学习速度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呢，可能 B 开始学了半年、一年，甚至学了两年、三年 ，Lucas 才觉得说，哦，你基础足够了，观念也够 OK， 可以有能力可以去吸收 A class 比较进阶的内容，他才会让你去上到 A class。所以当初我就是大概 B 开始上了一年左右，然后 Lucas 就说，哦，我觉得你可以了，叭叭叭，然后呢，我就上了 A class。那重点就来了，这些 Lucas class 它到底？过程是什么样呢？刚刚简单讲是 A class 跟 B class 嘛，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很特别的是呢，它就是会在每一堂课呢，给你一些简短的程序，一些小流程，然后从这流程呢去教你一些魔术的理论，它把理论带到你程序里面，所以你在学程序的同时呢，你也会学到很多魔术上的观念啊，跟正确的理论。很刺激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每一堂课，在一堂课结束之后，我们会来个验收，那这验收可能会搭配一些音乐。他敢说啊，你立马帮我对一首音乐，然后待会演一次刚的程序给我看。那几乎不定期的，就不时，因为我们一个班大概一个班五个人，五个人就会进行这样的一个 battle。那我们都会分出谁是第一，每堂课都分出谁最厉害，谁最不厉害。但有时候他得奖，有时候他第一名之类的，反正不一样。但是这就会让你的对程序可能印象更深刻，而且你会更认真去练习它。那再来比较特别是呢，我们不是只教程序跟理论这么单纯，还会有时候还会加入一些你会觉得跟魔术无关的东西，例如说会教你音乐的课程。什么叫音乐？不是教你音乐课唱歌，音乐的课程就是教你我们是怎么去对音乐点，音乐点的对法是什么，那该怎么挑选音乐。那再来就是还有像一些肢体的课程，可能说例如说哪些肢体呢是适合在某些魔术，那还会有一些是知名魔术师的程序分析拆解，就是去分析它一个程序呢，是为什么他会做这件事情 ，A 到 B， 他为什么会放这一招？那他这一招的概念是什么？让你更理解一个表演的程序呢？表演者他的思维，跟他排程序的一些架构等等的这些。那话又说回来，我们的 Lucas Class Taiwan，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因为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些人他有提出疑问，就是说呢，我们该怎么报名啊？他会不会来南部啊什么？但我发现大部分把它想成是研习会的状态，不是，我们不是一个研习会，我们是一个长期的课程，我们是一台，没事，好，我们是要在台湾的魔术圈魔术生态投下一颗震撼弹。什么样的震撼弹呢？我刚刚说过说 A class B class 嘛，我们现在的规划是呢，我们会教的东西分为有牌、球、顶针、短棒、死灵球，基本上是这五种，因为这是魔术最基本的、最经典的一些物件。这些东西基本上很大部分魔术师表演都会用到。我们现在规划呢是，例如说牌好了，牌会有大概五个礼拜的一个课程。那我们会用这个呢，个别的上专门的课程，这会大概花你半年的时间。那后面半年就是一些组合
纪录，排加球啊，顶针加球啊，或者什么丝巾加短棒啊等等之类的。比照 Lucas 开始，韩国目前的状态就是会有至少一年两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个阶段的课程。对，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来学啊？大家知道，魔术不是一天就可以练好的，然后花很长的时间去累积。那另外比较特别是呢，我们 Lucas 开始台湾呢，基本上大部分的课都是由我来教。Lucas 是一年会来四次，等于每三个月来一次。那但是我们每一堂课呢，我们都会进行录影的动作，然后呢 feedback 给 Lucas 那边，因为我们这边教学系统，大家可能说那跟我看这边那种不一样呢？不一样，因为你有老师。Lucas 呢，堪称是魔术界的孔子。因为呢，他是因材施教，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学完会跟其他人一模一样，不会。其实每个人学的东西差不多，但是你们会发展出完全不一样的个人的特色出来，这也是我们会进行协助的地方。我们还会做一些我们 Lucas Class 的成果发表会。对，所以当我们学到一个阶段之后呢，我们就会请大家想一个程序，这也是一个练习排程序的过程。会有一个场地，例如是一些学校的礼堂啊等等，办我们的发表会，属于我们 Lucas Class 的发表会。那因为这是我们 Lucas Class Taiwan 呢，在台湾是第一次想要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短期的目标就是先让第一批上课的人呢能够参加 Vision Asia， 而且呢可以得奖。那长期的目标就是 Vision 要得奖。基本上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大众的是很多人练习不知道去哪里练。那我们的工作室呢就是可以欢迎大家来这边练习。那我们人也都会在旁边，有问题就可以直接问我们。好，最后呢，关于我们课程的费用以及报名的方式，我们预计在这一两礼拜会公布在我们的粉专 Lucas Class Taiwan 给大家。那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粉专 Lucas Class Taiwan， It's your turn。